烤鱼，这树上直接熟的，就是好啊。哎呦我天哪，都说你一天埋了八胎的，你不是这个坑里就那个坑里待，你行不行了？这家灶却黑，干啥呢？捡柿子吧。这家伙看看啊、哦、这柿子这家伙都红了吧，红的感觉是咋、哎、来吧，看看大丰收。哎呀，这个也行，这个也行了。哎呀，这小伙儿掏出来整一盆了，那这都得大的我都得整下来，不整下来的话影响其他的长。哎呀，好，干啥去？喵喵喵喵，你说你上这儿上那儿的。哎，揪下来俩先。哎呀，都裂了，这还得揪下来俩。哎，就说啥是大丰收，看看啊，这一大盆子我都拿不住了，里面还有老多了。差不多的，别整得太手疼了。这一下来呀，就啥都吃不了了呗。看看，又来了一下子，裂的是，回头能吃瘤，不能吃瘪。这个也是柿子秧，这还有老多个了，因为我爱吃柿子嘛，我家整的可多了。两个，涛哥天天去看看他那大西瓜。哎，收好了，回去了。大哥，这一下子的番茄。这做点啥呀？可能做番茄酱都够了。这一盆柿子，看看坏的，坏的，这型的。涛哥，你咋的？你这是霸权的节奏了？这是把这个这一批成熟的全拿出来了。那也有个贼大贼好的，看看这个家伙，嘎嘎的哦。这吃不了的吃啊，你都说这么圆的，有一小块地就够了，这行。哟，这个品种嘎嘎齐山，好吃。别看这个柿子长得其貌不扬，但是这个柿子得嘎嘎好啊。看，这掰开就是齐沙的。面柿子，嗯，好吃。这树上直接熟的，就是好啊。咱们再找一根小黄瓜啊，这一根小黄瓜又嫩又好，来吃它。这家伙这小黄酒还老多了呢，老黄酒过两天也能吃了。哎呀妈，这家伙这姑娘儿瞅见哈，再逮个小姑娘儿，哎，真好吃。这苏子叶抓紧吃啊，不吃都饱了。这柿子给它切一下，把这黄瓜子再切成小细丝儿。香菜，来上酸甜的汤汁儿。比划到这儿，我就已经知道了，这是要做冷面了。你说有黄瓜有柿子，自己家配冷面正好吗？酱包，辣椒粉包，把这冷面打开，咱们用水给它泡泡搓一搓。这冷面给它投散，开水入锅，开煮。水开煮一分钟左右，咱给它捞出来，迅速过凉。面条、木耳、水煮蛋，来一个，来点辣白菜。这柿子一大堆，就吃点这凉快快啊，酸甜这味道解暑。嗯，好吃。哎，这夏天凉凉快快的，就得整这个啊。嗯。嗯，酸甜的凉快解暑。这汤我一定要多喝几口啊。嗯，明显的韩式风味啊。这点辣白菜真行。